昨天做梦梦见，就是可能最近因为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实在太多了吧，所以就梦见这些有的没的。然后就最后梦的 ending，最后就是梦到一个鱼，一个大鱼，然后就在那个地上，然后就一直有一个过了1个小时都没有人去救它，然后最后就被一个感觉到是一个坏人就，捡走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还蛮伤心的。然后就社会上又有人报道，就说啊，这样的事件发生，humanity 到哪里去了？就是这样子。